我最近就是一直在忙着拍戏，然后空余时间如果早收工会运动。杨华他是一个在自己专业领域非常强的一个人，那么但是他就是每个人对自己生活的定义是不同的。杨华就会比较偏佛系啊，然后偏宅一点，安于现状一点。 什么样都会喜欢啊，热爱工作的形式，热爱工作，然后积极生活的形式啊。